算是比较保守一点，我觉得 SNK 就是比较保守一点，他还是保留了这些角色大部分之前的招式啊，还有一些特色等等，就让大家在玩 SNK 的时候比较可以无缝接轨这样子。那当然也不能说这个说啊，比较难有在新的突破。不过那这一次去 U 联赛是几胜几败？就只输一败啊，只有输给那个何池哦，何池四胜一败。何池我记得也是，好像是中国那边蛮有名的实况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他是中国的最有名的吧。中国的季用东啊。